以前哦，伊是是㖏，吼，啊，就种乡内妈呀，就阿婆呀，就去杀出去嘛。地方商人全部都行咸来登书，吼，个人行了家族，无讲同都卖鱼腐甲讲将来的潘作个人，无讲加盟新潘作啊，都要大家，啊，唔豆，豆菜个人，都要准备作，我家己都装作，看见阿讲见做一台个。 鸡鸭鸡王是木工安尼，有年专门做批发，木做批发的咩？土来万山去烧鸡，去卖鸡卖鸭呗。木说鱼汤，鸡有年下面人去鱼汤去买，哦，我伊都只鸡伊都只鸭呗，哦，总共个斤两个多哎，啊煮诶，去甲去甲吃，也系讲，老朋友买。 全部都要准备好势啦。那水桶有啦。 前方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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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阿妈妈都休息，都也差不多六十岁以上的哈，都有闲暇的盼着的，哈，都唔是阿麻烦的，都爱得去噶，都准备炒茶啦，哈，后来有鸭子也都用鸭子，早上我准备炒茶，哈，啊，都爱去给家人，连个盆头锅个也都全部都要带进去，哈，而且咧豆菜个笋沙。笋沙爱嘅切菜，哎，爱切菜，哈、哦，啊切盆煮嘅人煮，啊煮嘅人要搞唔搞？我让我切，将个洗碗开，留洗碗开，准备盘饭嘅人，哈、哦，啊有的去姜黄家，哈、哦，有的去田神爷家，有的对人家烧烧酒来，安尼用。煮饭嘅人要负责洗面，哈、哦，要爱，又有开支俾人了，透过伊烧烤了，当多。这情况也是在广东吼，都完全看唔到的，哎，啊，都也差不多民国五十年开始，都慢慢的都有一个攀涨，都慢慢的兴起了。到民国六十年、七十年也，都可以讲大部分都不用攀的啦。做量都不要哦。其实呀，客家小炒菜以前也没有另外那炒的，哦，啊，唔是做嘛要改用客家小炒，哦，啊，当一个高书记都讲，加到老鸭的菜当作是小菜。其实客家小炒这道菜，它是真的是功夫菜，按简单的食材，都煮肉、三层肉，啊、哦，切切啦，不用的，不重的，一三肉五个肉伊融合起来，老姜味都全部来的融合起来，也煮个冻菜也好嘛。客家小炒要拼菜，菜苗的提起来，家家户户都会做，家家户户都有做，但是唔能达到标准，也唔系简单。真正炒肉做了好味，也唔系一坨肉。当初我都没想到讲去搞工作，我行盘庄一条路，因为人本身也样子，也不搞也有可能不搞人读书嘛。其实人也有出去挪背，挪背哦，有做过头路啦，哦开工厂啦，做生意啦，人也有做过啦，哦，啊做多包面做包个公司的专柜，哦也没做过嘛，全身按多包个公司全部都有专柜啊，哦啊 MI 东西有。全部精品的东西啊！事实上，人家我们没想到过，我谈的一条路啦。哦，都因为人结婚过后去的，啊，人的家眷身体唔好，要人专门照顾。哦，人专门，给因为人啊，头家家不开好多神行嘛，啊，都无嘛个神机啊，都无嘛经济来源啦。哦，啊，建筑与地方上做啊，是都阿妈都是感觉到，还呢唔咩讲清理想啦，啊都有一种个啊，跟你讲就都
本身有外卖，吼、哦，本身洗洗的都有好的呀，都有天然好的呀。给你讲就两种盘嘛，都开始按你做起来了。哦，做了已经煮东西呀，煮东西煮紧煮紧多少？像人家讲，一个东西又变无如意，都按你紧做就做好了。事实际上根本都没想到讲要行上那条路。哦，对，来了。别，老太太，还是好怕生呐、啊。很假的，超难追啊。上海些个香油了，没啦，这两个又不好卖了。哎呀，做得好。哎，做得了。这个太小了。像一种的哦，也上海伊个瘦瘦，对嘛？胶啊都很瘦瘦，较薄，但人体也当较无薄。以前台中按多年咩，小妹去台中就做，太感人了噶哈！啊，阿公阿婆、阿叔伯也着全部都按多些个啊，都意思去天一胎，天一胎都去请个啊，请厝间呐，都本老人家请意思的，本老人家请意思的啦。老人家讲伊嘛该求个，过也着家着自首的嘛，阿妈妈家着自首，全部。也从那注意到翻，问老人家，老人家都讲，啊，你去问伢三嫂，是安尼。我妈妈提三嘛，都讲去问伢三嫂，都有激发。如果客人来哈，我妈妈自己很省哦，我婆婆自己很省，我妈妈就会煮一桌。还会去找那个比较没有的菜。我那个朋友哈，我台北的朋友来哈，有一次来，他就我公公就去抓买那个海鳗哦。以前他很会抓，所以他就去买那个海鳗来煮给我朋友吃，然后他们哦一生人都难忘，都吃到这么好吃，而且他不是像人家那种闽南人用蒸的补啊哈，他是用红烧的，很好吃。我就跟你讲，他九月份过世，3月份还在搬砖，我啊。小时候，人家绑粽子，你知道吗？就坐在旁边，眼巴巴的，他们我拿一团饭给你吃，因为这个饭就很香了，你知道吗？头过的，人家做厨师的人，好人讲的做师傅啊，做厨官，以前的讲法换了厨官啦，好，人家地方上做厨官的人啊，哦，做厨师的人，那对。面前风俗当了解，家宅状态注重的是物件，家宅状态要准备的物件东西，哦，另外一宅状态要准备的物件东西，你当了解，因为恩人结婚啦，哦，每讲一天都奔葬加奔葬，但是都，哦，老外从恩人去联婚嘛，哦，去娶对象啊，哦，啊，都假使讲读到家宅状态的。某工作状态，你都先去了解，家宅状态，我准备物个东西，去拜家主，我准备物个，吼，过期过来，我准备物个，卡卡都要先沟通。头个人是当银行的，我那当古镇啦，吼，那俺一天都要准备物个，吼，俺爱去伢个一天都要准备物个，都要装好当文章，迄无的话，我本人调到。一条毛线针。
煮都安样边煮诶，都爱煮都安样东西，比起迄个，普通一般煮到安样诶，平常用的咧咸菜，哦，像也有咸菜直接，都用咸菜先吼，都唔会摆菜，因为咸菜本身其实最唔会摆诶，太现客家煮都吼，都预防佮摆菜啦，最好可以做东西。压烧啊，留了做嘛啊？都爱爱留了来，来半夹个做一线的，爱来了爱来讲了。都本来做一个做一线的作用都爱多也做一线。煮肚鸡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一个打做一线的做越多当好看。安尼做一只，哎，不容易啦，打一杀啊！啊，今日用叠的啦，也可以用挖，也可以用叠啊。因为煮的木煮的，这个呢，这粉色的，我今日用粉色。哎，都都有牛年出的时节，我家亲戚。啊，最主要就是，要买啲客家菜酿钱，去酿起一个形容的时节，西来的一片，要去土西莫的家下，要做出来，带过去西莫的阿公婆面前拜阿公婆的，好，一个供神，做嘛个，因为一个神人。做嘛个用松的松啊，都意思表示爱用最诚意来向爱老硬要感恩的结情，啊，爱看重硬要感恩的家庭的家教，啊，教育出来的什么人，系爱最诚意向爱投到来的，用呢，哈，还感恩。一般大部分，尤其苗栗人，他们用三年，一般都是用用的。一个妇女都是抽神用的。阿峰呢，因为人家咪系做丈夫，等于讲丈夫神人，所以阿峰的老土的也是抽神用的，也延退，也是老爷子用通用，但是每组都通用，都用延退，也表示延延慢慢。哦，客家平安顺心，哎，来到那个乌卡时节，也是到金边来二轮，托人也贵妇的前景的时节，也希望人家的客家，哦，能得平安顺心，太赚钱，圆圆满满，啊，托转人来的也圆圆满满，哈，啊，也个也勤干，哈，都会很一般。拜拜的时节本来都爱放落去的个贡品，啊，抽神的东西，啊呀，落，嘿，迄表示也吉祥如意啦，哈，啊呀，灯笼，哦，都会表示今年是喜事，啊，今年娘亲的日子，娘子的日子，哦，都顺便做一堆灯笼，啊呀，个扣心叶。扣新年都以前弄扣的时间，哈啊，地都还蛮有新年都多哈，来给西来一片，给扣的刚来的时间都扎扣新，哈扎扣的。
也哈，虽然讲用茶的，他个含咧分分含咧油，啊也无用安尼做些吼，都伊都用改良，用做包个糯米一包一包的吼，安尼去什么个个片，吼来扎口型啦，也都也时代都较个都吃方便啦，今日做个嘿鸭。阿婆、阿媽媽傳下來，本來最傳統、最古式的那種做金主的方式。我買年初一有長照啊。年初一哈，哦，是豬呀，是鴨。是豬哦。哦，是豬哈。豬的買的，電話公司唔是多人做的。人很多要分配的哈。長照有啊。有啊。幾多份？都。嘿呀、差不多八十分，八十分，对，对。用用的状态，用用状态，用用状态就，实在也是的。你装怎样的人给你来？我含菜头。好。含菜头。做得嘛？你还蛮做得做。做安尼做啦，因为工人也包年包节嘛，不过料会较好着的，一年一摆的，安尼都安尼。较迟着了。较迟着，够买好，买买。你听我啦，够买好。够买好。有啊，莫莫，大家出只，你都撞跳油，伊咧跳油，伊咧全部跳油啊，伊咧辣椒辣椒落跳油，哈，哈，安尼了解无？过个快诶，帅哥，跳出边啊！注意啊，莫好多啊！然后你啊，个空气啊，我撞到地哦，冇上去哦，你用只跪地啊，啊。对，对，哎，对。有上去喂，你啊叫冇多解下安胎呀？惊我个唔是。多解下啦，冇个意思咧人。哎，我用啦，拿走。今天也做个商量哈，哦，以前呐、交通不方便的时间，也量啊，都无办法拿到一个给人判作个作当去吃。哎呀哈，交通方便呢，啊，一个物流啊，都运送也得各方面都较方便呢，时间可以掌握得到。咱人都用以前做硬的方式，哦。诶，本来都要做个唔同个硬啊，荷包个硬啊，哦，诶，都来用到也到位咯，安尼，都来今日都做一个商量下，啊，三个包，哦，都同样安尼方式做，诶，对食材个贴心啦，了解，再加上诶，都运用诶平常一个做料理个方式来套用落去。做出来菜，大家都能得欢迎，能得接受。都要听你那条件肉做。Thank you.
你要搁切安尼一条一条就懂讲，切一条。都是个。三米的呀。啊，我拿滚盘来切我啦。这个不，猪头不用嘞，你用红皮豆腐的啊。我们不要，只要用红皮豆腐的。那有茶啦，阿妹都是读书考试好的。在班上班呢，不一样，哈。我怎么讲啊？人家就也好生意嘛，我空嘛个呀，来呀个阿妹，抢呀人没空啦，哦。也做个美容妆有安尼几支嘛？你啊美容哦，送一个人四方八面的人都有，物该方式都永远做，哦，啊你都经常过，看哪种方式都是最安全，最安全。你有的方式，哦，啊你他麻烦嘛，哦，啊有的做出来又没按理想，而且健康哪种方式最好？所以人家以前唔黑大状况嘅，饭嘛仲系用汤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阿咩前几年嗰阵好多，吃饭嘛用炒嘅，用炒，用盐嘛，用炒饭嘛，不听讲呢，用切了吓，做糯饭，你冇办法想象过，糯饭可以用盐炸，哦，诶，那侬讲去打炸啲面，全部唔薄青青，结果呢？都有安全，所以就强烈影响一道个呀。我讲湿漉漉好好用，马上是肯定唔好讲刺身个，爱吃不？没有。但是啊，你喺动作唔会成功，但是呢，动作方式唔咩唔成功。我说广东话讲有客家菜，有川菜，还有北京菜，有广东菜，每一种菜嘅做法里面吼，都有佢嘅特色。客家嘅粤语，哦，一本书嚟噶吓。哦，这个老师没有给他提示啦，对吧？你全部都太传达、太搬家那个主持，全部做假新闻，做文革经营师嘞。哦，不过上下没好的那边的东西，很重要。综合人家的黑板出来都发，那当然啦。像我本身哦，还是新人家，啊，阿婆啦、阿妈妈啦，去到哪里？去老人听书啦，上司也好，好厨师也好，上面的好，大概人家都在地方上面工作嘛，都会很有益处啦。哦，啊，那些人都望天望天的啊，啊，其他做乜啊，那都在做嘛。像安尼，哎，那些人你去搞成绩哦，像高级的班那样的呀。哦，啊，那无形中啊都好多，很多变一个传达的老板娘。这是我老公没马头路好做的做都两多月了头路来做了。一只鸭一只，因为我们这边哦习惯是五桌，五桌分五桌数，啊五桌分五桌数，所以说就要有一只鸡，一只鸭才够。你几容易啊？蛮干。啊。哦，今我可能杀无唔安泰无。这个哈也要很细心呐、啊，稍微个嗯，稍微也总给阿伯呀，因为伊按较长，较个，加按塔都
我老鱼他他比孤天呐，养的，俺那养的养的，俺都老鱼他较好些对不对？那啥鱼都孤天的养的。像也黄的，豆也鸡头，豆也像有只鸡一样的，哈、哦、啊，也可以讲的方法，哈、哦、啊，因为俺无按到头上，无按到鸡啊，俺都做鸭呢，都准鸡啊。人讲做饭做饭，哈、哦，都有的东西都按用那样东西去推理，因为俺长得太大，吃不落，打伤它，浪费食材，哈、哦，个。也个穷苦起来，都喺油安呢，做饭做饭，条个员工诶，也真是都讲偏贵偏贵，吼、哦，啊安尼要去当面馆呐，要当好看呐，吼、哦，要有当有创意啊，要有点方式。人做一家，都安尼拍定来做，诶，变落去三，其实唔要做嘞，哦，无一把都，计七光八廿，叫上个廿廿都廿廿，诶，咱嘞都如果合符合你要求，诶，希望叫廿个都廿，也系你来度佢咯。带下先表现下，你安尼比左比个看起来好看咯。然后固定无地位把要放脱，另外一半。做三盘三碗粿，然后做法，然后我先煮上了。各部分哦，人都要小心，因为人准备到会生人，哦，都备到会拜，几下都会拜的咩？我就讲哦，各方面人都要较小心一点，莫讲来到一部门莫装好，也规则生人又用唔得嘞，哦，莫都用做叫唔强，莫下办法下符合人的条件。如果做厨的人，一天都要做某东西都要当小心。姜也见面，原来都一个乡下，乡下，因可以吃一条东西，哦，我要来装备较好看的，较派头的，哦，也很多理想，姜也乡下很多东西要先，哦，很多理想，先条东西来比下去，哦，一乡下地方当好先生啦，哦，很多吃家己养的，出来那边很多吃家己养的，他滴很多多个，大家很多可以招一个。形式也着各方面人都配合起，怎样要当好吃呀？人今日要用到，人都来先到来，来孝敬家爸、家妈妈、家四代人都当好些，大家都装好个符号。哎，他讲失去了，按讲也要做失败。
也一般来讲，也做摆了摆做了摆好上滴啊。啊，自家如果哪一只做出个方法，不论是太细，都是瓜果。啊，感谢伊。哎呀，做个也着普通个东西吼，像也着很多东西，都许摆一个酒面太师老一头之前吼。啊，也个都人家讲个好上好起啦，吼。啊，因准备个也着东西呢，也有个规矩。一天都要救养东西，也救养东西。因为李顺太后李顺都讲讲的，都会讲我拢五湖四海，不过也摆东西哦，唔好乌白摆。一天都要救援，有标准。做嘛讲五湖四海，五湖都四海都讲四方八面嘅好上好天，哈、啊，四方八面嘅也得忠诚忠托啊，都来本地上台。哦，人家就也有强度嘞，哦，佮几多也得哇，哦，啊，佮得十四个呀，人间的四个呀，太细看唔到，健康唔到嘞，有乜个问题也做唔到嘞，都要望也得，哦，啊，加十四个人呢，好好来人照顾，好好的老人牵顺，本地过落较快乐到嘞，哦，啊，唔好经常病也不开一片的事情，哦。都会按你意思，最主要都对老人家一种的缅怀心态，哈、哦、啊，都感谢自家一生人，哈、哦，对太岁对家庭的贡献，都多也到位了，也做一个结算啦，哈、哦。以前后的时钟为基准啊，10:50到11:50，八人份的菜色，不管你分成两道还是分成八人份，啊，制作时间1小时，包含你的所有的结束工作。比赛时间现在正式开始，选手开始动作。比较多也个北部的个风俗，北部人家习惯是风俗嘛，哈、哦，北部的风俗，啊，个东部的紫烧面，哈、哦，啊都老也个鸡酒面啊，老等于蒸，蒸了都也个做出也个风俗饭，安尼，啊，啊个都老牛里的醋嘛，老个紫苏梅，哈、哦。皮哈多也个客家最有名的黄金肉片，哦，去做也个金钱肉，都唔是像以前，用个嘛个蒜汁啦也得，都基本上什么也有诶，也唔是落番茄酱，哦，天然的色素，哦，个天然的口味，天然的蒜味，哦，都老人家最有名的黄金肉片都结合，哦，啊个菜的部分啊都南部的个。水莲，好、哦，也水莲是含一多年目光去了解、去认识，啊，也拜客家都得到安尼熟悉的嘛，好、哦，都用到食材哈，就是讲啊，今日迄老北中南，哈、哦，啊，东部全部个紫烧面啊，都全部连下去了，都做一个幸福圆满。
压石头要压得干净，最主要石头要干干净，够加点盐酥，啊，做成一餐的时间生意都养养的，啊，张开有时间去开饭，不过石头要行好个鱼，都嘟嘟嘟嘟吃好个鱼，讲也吃本事，还要多喜欢研究，啊，做出来也喜欢，够对菜也。最主要穷色也不敢又有小煮味嘛，有中菜嘛，又有香味嘛，对那个食材实在都可以讲，都比亚现在厨师哈，开油师的所在都讲，食材全部都来源全部都了解啦，都带按样的去批，按样的去夹哈，按样的去改善哦，全部都开油，开油给构想，也不是往前走了，就是说，就是。很多知的问题我们没有，还没得到嘛，所以我们要想到去把它，底下的东西呀、啊，了解那个那个主菜呀，就在也在也在便宜呀。拍一下，拍一下。三弟那天才拍两天哦。对呀。很可爱。哎呦。这是黄色八宝鸭，对，是还有黄色小鸭，这才是真的，对，是小鸭，这黑板不是，嗯，这是散做的，这是菜包，菜包对，啊，可是弄得很可爱，我们就是得到钱，哈哈，对，今天还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请主委颁发我们的认证标章，也希望呢我们的客家菜能更精进，让世界看到，让我们大家都品尝更好吃的客家菜。好，拍手，恭喜福乐面店年轻的朋友。好，接着是我们真空派整桶派客家美食料理，请进场。好，真空派客家美食料理呢，也是呢接受了我们的认证餐厅标章。在一生之中，一生几十年之中，都难免有点起起伏伏了，会遇到一些挫折、一些困难，啊，像我经历的是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那种挫折。我说讲，这样子，每有想都讲，但是俺还讲，出枪压你，俺得吃沙袋，俺得。来行欧行欧那道人啊，跳啊海边，那事情一定要办掉。那其他事情都一定要办掉。但是你想到讲，你身边的人，因为那你做，才能让别人痛苦。过呢，人家太衰，很养小，只有办法成熟嘛。人家家庭都已经遇到问题，太衰人来讲，他们这个困难没办法讲出来。但是呢，假使安尼安尼做的时阵，生意呢就怕卖成熟嘛，一定一下嘛，定嘛，迄边开到其他呢，安尼台生都可能都用力按，都完完全全，无怕卖成功，无怕卖吃的，无怕卖滋水，迄边人都开到。啊，挨这个生意开也得辛苦，可能都会一餐的时间，因为时间可以把你发觉很多事情，其实很多事情你没办法让你解释，没办法让你聊，没办法让你讲我讲清楚，但是你稍微讲一下，你都还没排出来。过来有时间你可以下去那边行行看看啦，像有时间加下时间啊，下班咪叫做去散，行到某年的所在地，真正啊就对田地去太黑嘛，甚至于叫出来那有啊。
但是呢，俺多边人面前，俺没点一点么子。所以有的事情都引起行出去是最重要。俺只要吃鱼吃神，哦，够行了行出去。俺只要做，我行动去本事，够你那做都无限制的。你当做个痛苦的事情，当做不如意的事情，当做不不做的事情，你都会都无无限制中。除非你记得，莫经常记，清早莫讲哦，一三一路都按你经不经常经常，做做，做到你这样无限落去的地方，慢慢的你会会记得了，不爽快的事情，喺我自家经营来，都要用安尼方式。啊，嘟嘟哦，我做个生意真是做阿无限，嘟嘟嘟哦，那也无限太多。我辛苦了，暗藏的时间呢？